边移动速度跟不上啊。结实的大房，真敢撞啊。那个结实，你好像都修机速度。救不到人，已经死了呀。
该想的时候不想，不该想的时候要想。冲那么快干嘛呀？这波亏死，前锋死了，侯也交了。完了，我亏了，我急了。烧个炭，挂在楼上，不挂 VIP 有祭司。没修，估计也不敢修。
祭司跑了，他看我想挂人。真还能打第二次的呀，妈耶。就这样吧。真是前锋。调香师。怎么都是不好追的呀？碰个仙子，碰个祭司也行啊。祭司在起点。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，就差一秒。真可惜啊。这是个仙子，梯子补了。前锋应该钻洞过来了，钻洞省时间。哇靠，这还能鞭尸的。垃圾叛军，我操。
本来开局挺完美的，编了一下失去了你就没了。抓他肯定这个人就被救了。两个人。这都没打到吗？因为你心智不垂，你
真是贴脸都空刀。发现我一旦打第五，这个 BGM 就响起来了，我不打它就不响，全都是不好追的。前锋在啊，这个时候没带困兽之斗真的是亏出血。无所谓了，这时候没带困兽之斗是真的亏。差很多，
刚刚好亮。限制在这儿，我打算造条箱吧。只要能赢，大血都一样。Thank you.